你们这些昆虫，劈了人，劈穿了人衣，也只会这等阴损勾当。是是是，哪里得上你天蓬元帅，光明正大？那一位的师生，我估摸着还没凉透，你这就又找了只仙猴子拜做师兄了？放你娘的屁！叫你母亲早早出来求饶，说是我念你年少无知，留你一条贱命。实话与你说。 东西就在盘丝洞里，若是怕了，就赶紧逃吧。你儿子便怕，这破洞只是我一次给他铸平，看你们一窝再去哪里藏。嗯。